的消息，在韩国这个 Big Bang 的队长 G Dragon 非常的火红，但现在又爆出他疑似沾毒的消息。之前呢，在这个社群网站上面 ，G Dragon 他上传了疑似用摇头丸茉莉粉末，你看看这画面上你看到的铺成爱心图案的照片，被解读是在歌颂毒品吗？同时也被怀疑，难道他就是这个茉莉的爱用者吗？尽管呢，他迅速的删除照片，但仍遭网友挞伐。而事实上，这也不是 G Dragon 第一次染毒了。他3年前在日本就呼麻被抓包，当时信誓旦旦说绝对不再碰毒，但这一次又沾上了毒品疑云，也让不少的网友酸他干脆改名叫毒龙好了。